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玲。距离初赛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喽，这里有一些初赛的小叮咛要跟大家做最后的分享哦。再次提醒各位，只要经过网络报名成功的参赛者，也就是在凯沃梦幻之星官网上有出现个人页面的男生女生，都具备参赛资格。大会已经以 email 方式寄出最新的参赛同意书，还有初赛面试通知书，请所有出席的参赛者要记得携带更新版的参赛同意书。若是未满20岁的朋友们，记得请你的监护人帮你签名哦。女生参赛者出赛时需着小可爱背心、短裤以及5公分以上的高跟鞋参加比赛哦。协会在这边提醒女生参赛者们，出赛报道的时候化淡妆就可以了，因为评审他们想要看到你们最自然真实的一面，千万不要戴假睫毛、假发或瞳孔放大片哦。各位参赛者，初赛当天是不提供餐点的哦，请各位自己准备小点心，以免饿着喽。晋级复赛的男女生各60名参赛者，将于7月13日于凯沃梦幻之星官网公布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哦。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曝光机会，梦幻之星工作小组特别安排了2场复赛前的公开活动。第一场7月14日台北棚内拍照，与第二场7月30日和31日的 Sony Road Show， 一大会安排参与其中一日，需请所有复赛参赛者配合参加。2011凯沃梦幻之星的参赛者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初赛见，加油！